为什么？我和江雪已经闹翻了，也得罪了方董事长，留给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。走了。您是说董事长会破坏你们？我一定要在他动手之前把我们的关系定下来。哎。早啊，茶姐。他怎么来了？这还用说吗？都已经等了你一早上了。柴小姐，今天有时间吗？我正要去上班，怎么了？正好，我也要去公司，顺路送你。你手术刚好不能去上班呢。谁跟你说我要去上班？说了吧，到底找我干嘛？也没什么事，我就想体验一下。体验什么？体验以前你纠缠我的时候，也想体验以前我们一起跑步去公司的感觉。你都想起来了？是韩助理跟我说的，他还说你以前一直在想办法治愈我的病情，对吗？那都是以前的事儿。也是韩助理告诉你的吗？什么？牵我的手过马路啊。我以前常常这么牵你过马路的吗？没有。那走吧。